我叫李雪峰。哦，13年前在藏区认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，她叫格桑梅朵。我们那边很多女孩叫格桑梅朵的。哦。那你去西藏是要找这个格桑梅朵？也不完全是。我是跟我们队去援藏的，我是一个医生。哦，哦。 你就别跟着我了，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格桑梅朵，你看，你这都到拉萨了，我要做客车去日喀则啦，拜拜。我们与您准时相约，每天早上9点，天下大事，身边小事尽在耳畔。每天早上9点，动态生活、趣事见闻一一呈现。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早市界，喂，李团长，啊，我到拉萨了，刚下火车。嗯，日喀则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我立刻坐车过去。 师傅，立刻掉头去西直站。哦，师傅，停车。师傅，停车。哎，你怎么？怎么办？我也要去日喀则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杨耶稣，刚刚我讲我就走，上去的都几百单。 梅朵，醒醒，下车了，下车了。好，像上厕所，走。来，起过来。谢了。不错。 甜呀，嗯，好舒服啊！今天天气，哎，那些团飞行，停住了，没人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前面有人晕倒了。我去看看。哎，让开，别动他，我是医生。后面慢点，这也走了。 应该是心脏病突发，你问一下他有没有心脏病史。你给他再约了呗。对，是心脏病，他们已经联系了医生，不过得半个多小时以后才能到，所以他们相信吧，医生会将。抖音。